欢迎来到 C，您好，HSK 二级标准课程，我是 Rachel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1课的内容。好，大家一起先来跟我读一下标题。他比我大3岁。他比我大3岁。OK，he is 3 years older than me。好，那么今天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内容。好的，首先，先跟老师来做一个热身 warm up。好，我们将图片和词语一一对应一下。好，第一个，我们上节课是不是见过？你来读一下，你来读一下。跳舞啊，对不对？跳舞。OK，我们选择F，跳舞。好的，yes。好，第二个，第二个，说话，说话，talk，说话。啊，我们选择 C。OK，好，第三个，女，maybe the pronunciation is difficult for you。女，OK，女，female，女。好，我们选择B 选项。OK，我们选择 B。好的，第四个，第四个，孩子孩子，so natural tone，孩子，is child。我们选择D 选项。OK，好，下面第五个，我们上节课也见过，对不对？唱歌唱歌，OK，好，我们选择A sing a song，好，下面最后一个 the last one，男，对不对？男，is autonomous，男女，反义词，男女，is a male，好，我们选择E。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 try to say the autonomous of the following words。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好，第一个，贵，对不对？贵expensive，贵。好，它的反义词是便宜cheap，便宜。OK，好，下面第二个，我们上节课也见过，对，它的反义词是错，对不对？对和错，好，right and not。OK，好，对和错，好，下面第三个，左，left。The autonomous is right. OK，好，右它的反义词是右左和右。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呢，来，come 来，好，它的反义词是去，来去，come and go，来去。OK，好，下面呢，前，好，它的反义词是后，before and after，前和后。OK，好，下面最后一个，我们之前也见过里，inside 里边，那么它的反义词是外，对不对？外边。Outside，OK，、okay, 好，非常棒。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内容的学习。好，首先我们也是一起来读一下单词 new words。好的，第一个，我们刚才见过了，唱歌，对不对？唱歌，to sing。Do you like to sing？I really like it。OK，唱歌，好，非常棒。
好的，第二个，哎，男啊，男，man male 男，OK，好，那么下面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好，here is A and B，OK，好，跟我一起来读。王芳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啊，这里有一个唱歌的人啊，is an important point，我们一会儿会学习。王芳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OK，好，一个朋友啊，a friend，一个朋友。OK，好，什么朋友？哎，什么朋友？What friend？什么朋友？是不是男朋友？OK，是不是男朋友？Right friend？OK，好，不是不是，我同学介绍的。哎，介绍，introduce，我同学介绍的，昨天。第一次见啊，第一，我们上节课也学习了啊，first，昨天第一次见，OK，好的，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哎，an important point，唱歌的人，好啊，what's meaning？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OK，here。啊，它是一个哎，动词结构做定语啊，a verb phrase used as an attributive modifier。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When a verb or verb phrase is used as an attributive modifier，啊，动词哎或者或动词短语啊做定语的时候。哎，做定语的时候，定语和中心语之间啊，定语和中心语之间，哎，the should be put between the modifier and the word modified。那么中间我们就要加一个的，好，就是这里，哎，我们看，the here，的，好的，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for example 啊。第一个，哎，跟老师一起来读，新买的，哎，自行车，bike，新买的自行车，哎，新买就是啊，就是定语，attribute modifier，哎，new，right，new，啊，新买的自行车，OK，自行车，bike is a word modified，就是中心语。OK，好，第二个，我妈妈做的饭啊，我妈妈做的饭，哎，什么样的饭啊？我妈妈做的，对不对？The meal cooked by my mom. What kind of meal？啊，我妈妈做的，对不对？好，下面第三个，和你一起唱歌的。人，哎，the person 啊，who staying with you，什么样的人？What kind of person？哎，和你一起唱歌的人，对不对？哎，和你一起唱歌的人。OK，好，那么老师这里，so we can conclude it。哎，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动词 verb 或者动词短语，哎，verb phrase 加。的啊，加中心语，word modified。好，so we can conclude it。好，那么这里呢，老师，哎，I write here's some sentence。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老师写在这里几个句子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子，昨天买的苹果。
很便宜。哎，昨天买的苹果是不是？这里有一个的啊，昨天买的苹果很便宜。哎，什么样的苹果啊？昨天买的，对不对？啊，对，昨天买的苹果很便宜。OK，好，下面第二个句子。OK，I write here。第二个，和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哎，和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Who talk with you？啊，Who talk with you？哎，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的？哎，什么人啊？What kind of person？哎，和你说话的，对不对？Talk with you。啊，和你说话的。OK，好，下面我们看第三个句子。你写的汉字真漂亮，哎，哎，你写的汉字真漂亮。OK，这里是不是还是有一个的？Nice 的，哎，什么样的汉字啊？你写的，对不对？You write，你写的。OK，你写的。汉字真漂亮，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我们学完了动词结构，做定语，哎的。好，那么我们回到课文中。好，我们刚才呢读完了课文，I prepare for questions and answer it。好，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王芳昨天做什么了？哎。王芳昨天做什么了？哎，怎么说的？王芳昨天唱歌，对不对？哎，sing 唱歌。OK，好的。第二个，王芳昨天和谁一起去唱歌？哎，王芳和谁一起去唱歌？啊，怎么说？一个朋友啊，a friend，一个朋友。好的，那么第三个问题，王芳是怎么认识这个朋友的？啊，王芳是怎么认识这个朋友的？How does 王芳 know this friend？啊，同学介绍的，对不对？啊，同学介绍的。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第二个 text。好，我们也是先来读一下单词 new words，哎，跟老师一起来读。好，第一个，哎，第一个女啊，女 female woman。女，女孩子，girl，I'm a girl，我是女孩子。OK，好，下面孩子啊，女孩子，对不对？女孩子啊，孩子，child，啊，kid，孩子，孩子。OK，好，下面右边啊，右边。OK，右边，左边，对不对？Left，left side，左边。OK，左边，右边。OK，好，非常棒。好，下面比，哎，比 than 啊，这个我们一会儿会学习。哎，we will learn it after。哎，比。OK，好。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Here is A and B. OK，好，跟我一起来读。左边这个看
报纸，哎，报纸，我们知道 newspaper。左边这个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你姐姐吗？哎，我们是不是学习过一个哥哥？哎，哥哥。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左边这个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你姐姐吗？啊，好，非常棒。是右边写字那个人是我哥哥啊，哥哥。好，我们再来读一遍，read one more time。是右边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哥哥。哎，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的啊，here 的，哎，这是一个中心语，对不对？Word modified，哎，哪个人啊？Which person？右边写字的那个，对不对？哎，这是右边写字的那个人。OK，好，下面继续啊，Go on。你哥哥多大？哎。你哥哥多大？How old is he？你哥哥多大？哎，你多大？How old are you？你多大？OK，好，25岁啊，25岁，25。他比我大3岁。哎，他。比我大3岁，He is 3 years older than me. OK，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他比我大3岁。哎，我们看一下比，what's meaning？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比啊，比字句，哎，比字句，the be sentence 啊，what？OK，好，我们一起来学习 A。啊，be sentence is a sentence using be 啊，to make a comparison 啊，做一个比较 comparison。The predicate of the sentence can be an adjective 啊，它比字句的谓语啊，可以是 adjective 形容词，哎，形容词，好。那么，哎，就是这里，形容词 adjective。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好，跟我一起来读：哥哥比姐姐高啊，哥哥比姐姐高啊，My brother is taller than my sister。OK，好，第二个，今天比昨天热啊，今天比昨天热。OK，好，这里就是比，哎，是不是 today 啊，跟这个 yesterday 做一个比较，热，hot。啊，那么就是 is much hotter than today than yesterday。好，那么热，哎，hot adjective。好，那么下面第三个，今天的西瓜比昨天便宜，便宜 cheap adjective，right？OK，今天的西瓜比昨天。便宜，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我们这里哎，so we can conclude it。好，老师写在这里啊。A 比 B，哎，A 加 B 加 B，对不对？加。形容词，OK，A
加上 be 加 be，哎，加一个 be，OK，here，加一个 be，哎，加形容词，OK，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哎，这里还有 a 没有 be，哎，the negative form，a 没有 b 啊，我们不说 a 没有 b，对不对？好，我写在这里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没有 b，哎，the negative form，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老师写在这里，这是错的。哎，那么我们说什么？我们说的是没有，我们直接说没有，not，我们直接说没有，OK，我们直接说没有。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哥哥没有姐姐，哎，没有姐姐高。好，哥哥没有姐姐高。A brother is not taller than sister. Not. OK. 好，下面第二个，今天没有昨天热。Today is not hotter than yesterday. Not. 今天没有昨天热。OK. 好，非常棒。下面第三个，西瓜没有苹果便宜，哎，西瓜没有苹果便宜，所以哪个便宜啊？Which one is cheaper？啊，西瓜对不对？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总结一下，哎，we can conclude it。A 加没有加 be 哎加形容词 adjective。OK，A 啊，老师写一下。A 加没有 not 加 be 哎加形容词，对不对？OK，好的，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哎，我们还有一个啊，我们再来看看这里。Then describ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ngs, a specific number is used to specify the difference. 一点儿，哎，一点儿，or 一些，哎，that means a little, indicate the difference is slight. 或者呢，多 or 的多。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我们就懂了啊。我们来学一学啊。好，跟我一起来读：西瓜比苹果贵2块钱啊，two yuan，two yuan。好，I write here two yuan。OK，西瓜比苹果贵2块钱。OK，好。So which one is expensive? Is more expensive? Watermelon, right? 西瓜比苹果贵2块钱。OK，好，非常棒。下面呢，我的学习，哎，我的学习比他好啊，一点儿。哎，我们刚才说了，indicate the difference is slight，表示the difference is slight，差别是不大的，对不对？the difference is slight，哎，一点儿。So that means the study 他们是差不多的，对不对？我的学习和他是差不多的，I same is slight，
OK，好，非常棒。哎，记住这个一点儿，just a little。好，下面第三个，今天比昨天热爱的多，爱的多。That means the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So today is so hot. 啊，今天非常热。今天非常热，昨天不热，对不对？今天非常热。OK，哎，记住这个的多，哎，that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significant。好，记住这两个啊，他们是不一样的，哎，他们是相反的，表达的意思。OK，好，最后一个，他比我们老师。小2岁，哎，他比我们老师小2岁，哎，so who is younger? Maybe it's she, right? 啊，她更小，she is younger。好的，哎，she is 2 years younger than our teacher。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这里呢，我们也总结一下啊，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总结一下。A 加 B 加 B 加，哎，形容 subjective 加数量短语 number 数量短语。OK，好，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啊，A 加，OK，I write it，A 啊，A 加 B 加 B 加 adjective 加 number member，好，一定要记住这个。This is difficult, right？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两个练习题啊，practice it。啊，I write here, practice。好，我们做几个练习题。OK, I write here。好，第一个，苹果3块钱，西瓜5块钱。哎，那么我们怎么说啊？苹果3块钱，and apple 3元，西瓜5块钱，the watermelon is 5元。So how would you say？西瓜比苹果贵，对不对？哎，I write here。西瓜比苹果，哎，或者我们贵。2块钱，哎，西瓜比苹果贵2块钱。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哎，another one，我们还有一个练习啊，最后一个，大卫25岁。王芳27岁，哎，我们来看看这个怎么说啊？大卫25岁，王芳27岁。好，so we can see 王芳啊，我们可以说大卫比王芳。小2岁，对不对？哎，大卫比王芳小2岁。OK，好，非常棒。好的，那我们学完了这个比，可能有一点难，difficult，right？好，那么但是我们在生活中，I will usually use it in daily life。好，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常用到。好的，那么我们回到课文中。哎，here。Right 啊，here 好。那么我们刚才呢是
读完了这篇课文啊，我们也是会来答几个问题，哎，few questions。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哎，listen carefully，第一个问题，看报纸的女孩子是谁？看报纸的女孩子是谁？哎，是。姐是 A，是 B 的姐姐，对不对？OK，是 B 的姐姐。OK，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啊，listen carefully。哥哥正在做什么呢？哥哥正在做什么呢？哎，哥哥正在写字，对不对？here 写字，writing 写字。好，下面呢？哥哥多大？哥哥多大？哥哥25岁，对不对？哎，哥哥25岁。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啊，我们继续来学习课文和单词。OK，跟我一起来读，便宜，哎，便宜，便宜，cheap，the autonomous is 贵，对不对？I write here 贵，贵，便宜。OK，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啊，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课文。There is A and B at store. OK，今天的西瓜怎么卖？今天的西瓜怎么卖？卖，sell，卖。今天的西瓜怎么卖？What's the prices of the watermelons today？好，3.5块一斤。哎。一斤 grams 3.5一斤 3 yuan and a half per of 500 grams 好，比昨天便宜，哎，这就是我们刚才学的，比昨天便宜。OK，好，是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哎，一些 indicates the slide, right? 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您来点儿吧，Why not take some? 您来点儿吧。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哎，listen carefully。好，我们一起来回答。第一个问题，the first one，A 想买什么？A 想买什么？哎，A 想买什么呀？他想买西瓜，对不对？哎，西瓜，西瓜，watermelon，他想买西瓜。好的，第二个问题，哎。今天的西瓜多少钱？今天的西瓜多少钱？哎，how much？好，怎么说的？今天的西瓜3.5块一斤，对不对？今天的西瓜3.5块一斤。OK，好，非常棒。好的，第三个问题。什么水果比昨天便宜？It's difficult。什么水果比昨天便宜？What fruit is cheaper than yesterday? Apple, right? 苹果，哎，苹果比昨天便宜，对不对？好，非常棒。好的，我们学习完了这篇课文。好，那么我们来学习最后一篇课文。
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啊。说话，说话，哎，to speak, to say, to talk。说话，I talk with you, right? I talk with you。我在和你说话。OK，好，下面可能，哎，可能，maybe, right? 可能，好，perhaps，probably，可能，OK，好，下面去年，哎。去年，last year，去年，好，下面最后一个，姓，哎，姓，family name，what's your family name？姓，family name，surname，姓，OK，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课文，here is A and B，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前边，哎，前边，对不对？In front of，前边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汉语老师。哎，前边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汉语老师。哎，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的？好，这里有一个的。哎，说话的哪个人啊？说话的，对不对？好，你可能不认识他。哎，You might not know her。你可能不认识他。哎，可能。好，是新来的汉语老师吗？啊，是新来的汉语老师吗？OK。是去年来的，啊，是去年来的。他姓王，他姓王，28岁，哎，28岁。OK，好，他比我们老师小2岁，哎，这是不是我们刚才学的比呀？他比。我们老师小2岁，OK，好，非常棒。哎，there is an important language point，这里有一个可能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可能。哎，what's meaning？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OK，here，是一个。助动词啊，助动词，助动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能表示啊，估计、也许，哎，或许。It means maybe indicating an exclamation. It can be used before the verb or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它常用在啊动词前。也可以用在 subject 啊，before subject 主语前。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例句，哎，我们就会了。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他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哎，他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哎，he might knew these things。This thing before a long time，他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OK，好，第二句，可能我明天不来上课了。哎，可能我明天不来上课了。OK，maybe tomorrow I won't go to the class。OK。好，下面第三个，你可能不认识他，哎，你可能不认识他，So that means maybe yes, maybe no, right? 哎，maybe is maybe 啊，可能。
OK，好，那么，哎，we have practice，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啊。好，第一个，八点了，大卫怎么还没来上课？哎，我们来看，八点了，大卫怎么还没来上课？哎，我们怎么说啊？我们可以说，大卫可能不来上课了，对不对？David maybe not go to the class. OK，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大卫，哎，大卫可能一会儿，哎，for real，一会儿就来上课了，对不对？大卫可能一会儿就来上课了。OK，好，哎，我们来看下一个练习，next practice。今天天气不太好，会不会下雨？啊，really, Tree？会不会下雨？Today the weather is not good. It's rain. It will rain. 会不会下雨？我们怎么说？我们可以说，可能，哎，可能下午会下雨，对不对？哎，because the weather is not good. 可能下午会下雨，maybe afternoon. OK，好，非常棒。哎，我们刚才学习完了这个可能啊，我们回到课文中来回答几个问题啊，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好，listen carefully。好，第一个问题，那个汉语老师正在做什么？哎，那个汉语老师正在做什么？啊，what is she doing？她在 talking，right？啊，她在说话，对不对？哎，她在说话。OK，她在说话。OK，好，第二个问题，汉语老师是新来的吗？汉语老师是新来的吗？Is she a newcomer？是去年来的，对不对？哎，是去年来的。OK，好，非常棒。好的，我们学习完了课文和单词。好，我们一起来回答这些问题。哎，刚才，哎，刚才的这些问题，老师带着大家，哎，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OK，好，I like。昨天和王芳一起唱歌的人是谁？啊，昨天和王芳一起唱歌的人是谁？一个朋友，对不对？A friend，一个朋友。OK，好，下面第二个，左边看报纸的女孩子是谁？左边看报纸的女孩子是谁？哎，是她的姐姐，对不对？啊，是她的姐姐。OK，好。她的哥哥25岁了，她多大了？他的哥哥25岁了，他多大了？How old is he？啊，22，对不对？因为他说他比他小3岁，3 year。OK，好。下面，昨天的西瓜可能卖多少钱？昨天的西瓜可能卖多少钱？哎，他是不是说昨天的西瓜
三块五一斤，那么便宜点了，哎，it's cheaper than yesterday，可能，哎，可能三块钱，对不对？三块钱一斤，OK，可能三块钱一斤，OK，好，非常棒。好的，最后一个问题，王老师是新老师吗？啊，王老师是新老师吗？哎，不是，是去年来的，对不对？哎，不是，是去年来的。OK，好，非常棒。哎，好，下面呢，我们来填一下，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 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填一下啊。绿苹果比红苹果，哎，怎么样？多一些，对不对？多一些。绿苹果比红苹果多一些。OK，好，第二个。姐姐比我，哎，比我，我们可以说大一些，大一点儿也可以。姐姐比我大一点儿。OK，好。下面，昨天35度，今天，哎，没有昨天。热，对不对？哎，今天没有昨天热。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呢，哥哥学习很好。哎，我没有他学习好。哥哥学习很好，我。没有他学习好，OK，好，非常棒。我们学习完了这个课文单词，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pronunciation。好，正反问句的语调，哎，我们来看一下啊，the intonation of affirmative negative question。好，the affirmative part is stressed 啊，它是一个重读的。肯定的部分，它是重读的，and the negative part is unstressed，它的否定部分，哎，是一个轻读的 light，OK，、okay, 好，那么它的否定、肯定、重叠的部分 is read fast 啊，read fast，那么它的重音后。语调 is gradually after the stress, falls gradually after stress。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feel that。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啊。句啊，去是一个 stress，OK，okay? 是一个 affirm，是一个stress。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明天，明天你去不去银行？啊，can you feel that？明天你去不去银行？啊，it's gradually fall, it's falls gradually. OK，明天你去不去银行？去不去？啊，去 is affirmative，就是 stress, is stress，不去。It's negative part. Negative part. It's unstressed. It's light. 好，我们再来读一遍。明天你去不去银行？OK，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哎，喜欢啊，is stressed. OK，这件衣服你喜欢不喜欢？OK，喜欢不喜欢？好，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件衣服你喜欢
不喜欢, like or dislike. This clothes you like or dislike. Okay, 好, 第三个, 哎, 睡, 啊, 睡, affirmative, 是 stress. Okay, 好,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11点多了, 啊, it's 11 o'clock. 你睡不睡觉？你睡不睡觉？啊，不睡觉。Is it right? 好，我们再来读一遍。11点多了，你睡不睡觉？Okay, can you feel that? 好，好，非常棒啊！我们学习完了这个 pronunciation。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哎，这个 characters。好，第一个。病字头，哎，病字头，is usually related to the diseases. Disease，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haracter 啊，for example character。好，I write here，make it bigger。OK，第一个病，我们之前是不是说我生病了，对不对？I'm ill，啊，it's disease。To be ill, 病。Okay, where's the radical? 在这里，哎，病，病字头。I'm ill. Okay, 病。好，第二个，风，哎，风。I write here. Okay. 风，mad, crazy, mad. You are mad. You are crazy, right? 风。Okay, where's the radical? 风。Okay, also the same position, right? 风 is also a yield, maybe. It's also a yield. 风字。Now we usually see. You are so crazy！你是一个疯子。OK，好，下面第二个，两点水啊，here，两点水。Two drop radical，两点水 is usually related to ice or coldness 啊，跟这个冷 is usually related 啊，冷 cold。OK，let's see the characters。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I write here。第一个，冷，哎，冷，cold，冷，冷啊。What's the autonomy？热，对不对？哎，热。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radical，哎，here，两点水，两点水。OK，好，那么下面第二个，冰，OK，冰。冰，here 冰啊，ice is also cold, right? 啊，ice 冰，哎，here 冰，哎，we usually see 啊冰水，对不对？Cold water，冰水，冰水。非常棒啊！我们学习完了今天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OK，go back to rehearsal。好，第一个，我们今天学了这个啊，定动词结构做定语，a verb phrase used in an attributive modifier。哎，这个的，对不对？新买的自行车，哎，我妈妈做的饭，哎，什么样的饭啊？What kind of meal？我妈妈做的，对不对？OK，好，非常棒。这里就是动词或者动词短语加的加 word modified 中心语。OK，好，我们后面还学习了比，哎，苹果比西瓜便宜2块钱，对不对？西瓜比苹果贵2块钱。OK，好，这个比。A 加 B 加 B 加 adjective。OK，好，第二个我们还学了 A 加没有加 B 加 adjective。OK，后面呢我们还学了这个
A 加 B 加 B 加 Objective 加 Number Member，对不对？好，一共是三种啊，three kinds of。好，后面我们还学习了这个可能，哎，可能我明天不上课了，Maybe I won't get class here tomorrow。好，可能明天会下雨。Maybe it will rain tomorrow. OK，这个可能。好，我们后面呢还学习了这个 pronunciation，这个 strides and light。你去不去？你喜欢不喜欢？strides and light。你睡不睡觉？OK，好，我们后面还要再练习啊。好，还有这个病字头，ill and crazy 啊，这个病字头，还有两点水，冰啊，cold 啊，冷，it's a cold。OK，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学习完了今天的内容啊，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复习，a rehearsal，然后呢也要记复习今天的内容。好，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吧，拜拜，再见。